看看老师，我们来打饭了。今天打饭要看你们的奥特曼变身器打饭。啊？啊什么啊？还想不想吃饭了？赶紧把变身器拿出来。菜菜老师，我只有泽塔的变身器。泽塔变身器还可以，给你半勺饭吧。那好吧。菜菜老师，这是我的变身器声光棒。哎，莎莎，不对吧？这明明是我的变身器。你管我，现在到我手上就是我的了。哼，过分。哇，是我男神迪迦的变身器。来，莎莎，给你打满。菜菜老师，你人真好。这个莎莎竟然背着我拿走我的变身器，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，不然又要饿肚子了。菜菜老师，你这儿有纸板没？有啊，怎么了？我要现场做一个变身器。大圣，别吹牛了，你要是求求我，我的饭还能分你点。也求求我，我的也分你。哼，做梦。低调，老师，我能打多少饭？你的变身器这么厉害，这些饭都是你的了。嘿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大圣，分我们点。点击下方抖聊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